国他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本身港都他要碰到了我们的公投的平台下方，那么他的下方就会找人两个人而且进去，可是在投投想这个事，那么他到了公投平台，我们的选手就要想办法要用倒翻投的方式翻过了公投平台，要翻到投影上呢，再爬到我们的公站上方把顺风直接下来，那么这个仪式才能完成。但是我们上去的第一名的选手要把公投转向，我们有三根公投在上面，如果公投没有转向的就没有得到第一，因此在我们投票场中有非常多特别的文化跟南部人的场中不太一样的，那希望今天未来一面呢可以积极掌握我们投票场中的文化，有关的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次活动，六万二，六万二，好，感谢有人，大家谢谢主持人，感谢。